我是2019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陈小雨。多伦多华裔小姐不单是一个选美活动，它让我在增加自信的同时又大开眼界。幸好有坚持，发现实现梦想不过如此简单。2020多伦多华裔小姐现已接受报名，把握机会，拥抱挑战，实现属于你的非凡之旅。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.com。